人，不好意思。那个因为周刊有提到您是不是有要去美国这样子，他说是不是因为明天要去美国所以被搜索？佩琪姐有要前往美国的计划吗？有预备一些衣物这样给他吗？佩琪姐这边是一些换洗衣物吗？你要嘴巴不要那么坏。佩琪姐，你也会跟着上车？往后，我要上车。刚不出来，现在讲我的计划干嘛？什么？啊！就你在推，就你在推。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。早上这样状况还好吗？再往后退。后面有人。哎，准备起要上车。来，让我们坐一下，让我们坐一下。已经上了，他在后车了。但我们可以看到你，因为还有任务，就是陈佩琪哦。佩琪姐会觉得被政治迫害。佩琪姐有要去美国吗？是打定主意要躲去美国吗？佩琪姐为什么会一起被带去政治？佩琪姐，刚刚柯主席有没有威胁剪掉说会政治风暴？佩琪姐，终于告诉你们不仅要躲去美国这件事情。哇！为什么佩琪姐要一起被带去人政府？风暴什么东西？早上这样状况还好吗？后面有人，先帮我打开一下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让你让，往后退一下，各位往后退一下，都拍得到，哦，都拍得到，往后退一下。来，看看我们，往后。那你们先去好了，来，手，各位手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进行这个侦讯，而且还有大型的装备，来。